Hello， 大家好，我是 KK。点不一爱五款，肯定把喜力的喝趴呢。今天呢，我要带着大家做居家就可以进行的美型运动。最重要的是呢，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然后也可以按赞留言跟我分享你做完今天这支运动的影片有什么样的体感。在开始进行之前呢，有几个小提醒。如果你是以下三个族群呢，今天这支影片非常适合你。第一个，如果你是久坐；第二个，你是少动；再来呢，你是常常有水肿困扰的朋友呢，你一定要跟着我们这个影片从头看下去，什么都不用想，因为我都已经帮你想好了，你就跟着做。滴滴做，啊，那是不滴滴做，你用快。嘛是有尴尬吧，你用快个干嘛跳嘛？我在想嘛，我们在居家，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像教室一样有这么大的空间，所以呢，我就把我自己安排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如果你家里的环境呢，就是没有那么大的空间让你运动，不用担心。我自己被我自己感动到，你可以看今天的这支影片，因为它不用弹跳，你不用担心邻居的感受，双膝盖在小小的空间里面呢就可以站着进行。话不多说，就直接跟着我们一起进行今天的五分钟美型燃脂有氧运动喽，走走。Get up.
完第一遍感觉如何？现在呢，我们要休息一分钟，喝个水，即将要开始第二回合。第二回合呢，我会拿起我们的辅具，所以如果你没有辅具的朋友，你可以照着第一遍的版本再做一组。那如果你家里有美型棒辅具的朋友呢，你就可以拿起你的微笑小波夹，这样就可以更精准的定位咯。下列预备，胸部往上，木然飞弹发射的感觉，发射，跟我一起说，发射。现在是上半身了，预备，肚子用力。
跟着我做完两组，是不是很有感觉呢？做一遍烧水肿，做两遍开始烧，每天早晚各两遍，我就是带着你跟着 Kimmy 爸一起瘦成一道闪电。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运动影片呢，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订阅的同时记得开启小铃铛，然后欢迎分享我们的影片给更多人，一起跟着我们一起美型运动。我是 KK， 我们下次见，拜拜。